今天来吃烤冷面啊！哎，怎么直接加醋呀？来重重来重来。OK，现在才是正事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吃烤冷面啊。鸡蛋加，酱加，香肠肯定加呀。对，醋不加，不加，香菜，没选呢。尝呢？没尝呢？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吃。先生，这里衣冠不整，恕不招待。怎么样才叫整齐呢？起码要打领带。我有。The only one that you need.